超维力肌肤保养科技在国外用于治疗烧烫伤病人，那针对皮肤修复的效果十分显著，目前已进到国内，针对术后修复、敏感肤质、眼周嘴角的问题有立即的改善与修复的功效。最新的超维力肌肤保养的科技是结合纳米跟离子两种技术的一种科技。那首先我们可以把产品先纳米化，可以让分子变小，增加它的吸收的这个速度。那当然二方面再利用离子化的这个作用，可以让它的吸收可以更大量的增加。所以当我们这样的产品喷在脸上的时候，因为体积较容易吸收，再加上它的导入的方式可以让它的吸收更加的加速，所以因此可以留在我们皮肤的底层，那达到更好的一个功效。超维力肌肤保养科技，它是将干细胞培养液振荡成纳米分子，直接做电荷平衡导入。那另外它有获得美国宾州大学的纳米认证，能促进自体形成干细胞自我修复，这是我见过最有效最聪明的保养方式。